是谁？是的，是的，我就是鳄鱼先生。可是小朋友们都去哪里了呀？怎么找不到了呢？张老师，张老师，快来帮我找找 Nursery 的小朋友们。哦，来了来了，你们好呀，小朋友。今天呢，张老师要带你们一起去找找卷心菜的家里都有谁。OK， 现在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卷心菜，给你卷心菜。卷心菜的家里住着谁呀？青虫的爸爸，哦哦。青虫的妈妈，哦哦。青虫的哥哥，哦哦。青虫的姐姐，哦哦。小小的青虫，哦哦。卷心菜吃完了。